了。我操，都对面是都趴呀？啊，是都趴吗？哎，都不都趴的人那回事吧？都趴又能咋的呢？团队游戏，我送100个都趴也赢不了，没用。一个人狠又能有什么用？让他放抠。你玩个奥比亚马，你还跟我一级还干上了，还干上了啊？还干上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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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给你狠的小饼干儿！你妈了个巴子的，我敢让你玩上单奥比亚马？腿给你打断。二级学个抠其实不好，撤退不了。我这线儿没法去啊，当然你要自己上去耗也可以，可以你自己单杀他，我们这中路他也去不了，下上路他也去不了，线儿推进去，他居然不吃药。没有眼儿，呀，他经验怎么比我还多呢？我把他给单杀了，他等级比我高，我就凭什么？我就想问一下。害不害怕？害怕就对了。害怕就对了，害怕。他有闪现，我们没有闪啊，小心点。一旦没有 W 技能，这就会陷入被动，知道吧？哎，这就舒服了。但是。救命啊，我没有药了，他远程英雄。哎，不过没关系，他也没有蓝，不慌，马上我们要有小饼干了吧。你抠不着我你还玩？小刚呢？小刚呢？我搁这还回城？哎呀，回家！他已经爆炸了。他也六级了，这么狠呐、啊！这边艾克四级，俺们家打野六级。
这个兵线怎么能没往我这边推，往出推了呢？我就没明白了。你要补车，我跟你说，我溜了，我把月塔杀他，小破 ADC， 我打上单，真以为自己得赛呀？啊，得赛敢在我对面玩奥比亚马上单吗？来，等卡牌的牌，梦中之鳖，走，回家。刚才我操作失误了，我塔下没留分身，差点那个蓝枪就让我害死了。EQRWJR， 明白吧？塔下放 R， 不是塔下放分身，然后给转起来，这样也能有伤害。卡牌可以。我这艾克五级怎么老让人抓呢？你们别让他抓，他五级。你们别让他抓，他五级他玩个屁呢？那艾克，俺们家打野七级，他五级他还怎么玩？打不动我都，我的一个小布甲还他怎么补了这么多刀？他补了51个兵，那不行，那剩下来的这些经验都不能让他吃了，这都。那么装备呢？谁允许你在这里吃经验了？吃经验？他难受死！他现在传送还差一点时间，差个十几秒，你知道吧？这波兵他吃不着。我不当人了。传送了呢，给我传起来！回上路，我看谁还敢在我对面玩这玩呢？我看谁还敢先选个猴还敢玩这个玩呢？都妈的！晕住就死 ，nice！ 这双 buff 居然不是我的。
刚把大用了吧，是不是、啊、这么嚣张呢？我在这儿呢，你还敢回塔？这是你塔吗？这是你能回的地儿吗？假装往上走，走位，闪现 W， 爬西吧。这发条跑的有点快呀，他移动速度多少啊？秀了一波，没秀好，失败了。多少钱呢？我们呢？我们1000块钱呢？哎呀！可是挺不值当啊！哎呀，给我的塔给我干没了。不过还好，他们家不是一血塔。一样还是随便打，一血塔是俺们家的，现在我们把塔给他拿下。不要拿下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说明可能旁边有人。这个塔要想拿下的话，得等到小龙那个位置出现人了，咱们才能拿，是吧？你看拿艾克没？不要拿下，这明显是旁边是有人，要不然他一个人敢守我塔，我不信。他满血塔下我都杀他。这艾克怎么能拿这么多人头呢？按道理来讲，一个九级的艾克其实就是个屁。嗯，他还敢这么走吗，兄弟？我活了，快过来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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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点救，快点救一手，救一手，救一手，来，我往这边走了，劫他们。这家伙人可挺多呀，这带线团不过。放屁！团啊，干嘛不团？干啥团不过？俺们家9-14还团不过对面，俺们玩啥？团，这还不团战，兄弟？哎，这是不是有点太装了呀？这。咱就别拿了啊，拿这么老些没用，奥比亚马也不值钱，给稍微给别人。
是否有点装大方了？嗯，为什么要交个闪现呢？这是。团战千万别让艾克起来，知道吧？兄弟，我这没地方传呢，你得给点传送的地方。行，这可以，这可以。峡谷可以要，来，把峡谷拿了。白船一个，很难过。也不白船吧，让奥比亚马上当了。来点魔抗稍微，要不然这发条伤害有点高。18分钟这装备其实不算太好，只能说是凑合。杀的人都是这个，这都不值钱，这都不给钱了，这玩意儿，这也就100来块钱，我就撑死了。挡一会儿，我上不来。小龙，蓝 buff。小龙基本上是随便拿，有峡谷可以推中，推完中再拿小龙也可以，可以打，别怕，这怕什么玩意儿呢？小龙吧呢？小龙，他们不能来。可挺吓人呢，这不是艾克怎么老想着单杀的卡牌呢？先杀这个，对，不要老先杀那个奥比亚马，他跟连个屁他都不是，他都没有用。我让你放大来，看你有没有这个反应。收了个艾克的人头，但是我们的装备啊依然还是不好。我就纳了个闷儿了，这三项加那个死亡之舞怎么这钱就怎么就出的就这么费劲？真的出的可费劲了。
你都在逛街，哪来的钱呢？那跟我逛不逛街其实没啥太大关系，我就逛街，我也一直在补刀，我多补那二十刀，他也是出不来呀。嗯，好像不能打。等会儿，等会儿，不行，俺们就开龙试试也行。打人。团战是怎么打的？还能 ADC 还能死了呢？怪了啊，怪！来个死亡之舞，既来之则安之。这个我可以踢，我可以上去杀花条。小龙先拿了也行，其实蓝枪16级，艾克12级，哎呦我的天，不用害怕，那艾克加奥比亚马俩人都打不过我现在。哇 ，nice 啊！大龙，直接打，游戏结束。你开盾干啥呀？哎，怎么少死个人呢？对面啊，你跑。你跑，我能让你跑回家？滑板鞋居然跑了！哎，气死我了！蓝枪17级，我就想知道这级到底怎么升的，咋级这么高呢？也没吃几个兵啊。